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74面，674面第一行经文。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之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业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这个一大段是第五大段，杀盗淫妄酒啊，这个五戒里头呢，是九。后面念老的注解注得非常详细。古代祖师大德呢，对这段经文有两种看法。啊，把它看成是五戒里面的九戒，有此一说，因为它里头有这一句。但求是美。可是从全文的意思来看呢，这个五大段内容实在是讲的实善啊，无界实善呢都在其中。那实善后面不嗔不贪不痴啊，这一段里头都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两种讲法都好啊，念老全都采取了啊。我们现在看注解啊，无者，此第五物啊，第五种啊物，古有二说啊，古人两个说法。一者呢，如前名饮酒物啊，这是配五戒了说的啊，经营家祥注思之说。经文云：“但求是美。”后啊，复广举余物，以名酒之过物啊，过失。产生的这些恶习啊，在中国古代无量寿经注解只有两种啊，净饮疏跟家祥疏只有两种，这两种呢都是这个讲法啊。二者说以今之无恶食食食物
这一段经文里头，就是第三十五品。我们说无界受握，这个意思就很圆满。他说确确实实里面呢是包括了受握。如一即四云，深夜三悟了，以为初三。前面三段经文，煞悟、道悟、淫悟这三。口业呢四悟，这个四悟，前面我们经文上很清楚。念舍、妄语、卧口、绮语。这四种啊，通通在前面这一段里面，后为第四，说意业三恶呢，后为第五，这个意就是贪、嗔、痴，这三种恶了，就合起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第五段，其意味也，深夜之杀道也，以为。今之第一、第二及第三，这杀道也。口之四悟呢，在这个本子里面就是第四悟，第四段。此皆彼此相合。读此第五，你看静音思腾，认为是饮酒。而意境思呢，他认为是意业三恶贪嗔痴，清代彭继清一同此意。这个是清代一位净宗大善之士，虽然是在家居士，这位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他《无量寿经》注解就叫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他做的，他在这个里面对这一段经文的看法呢，跟这个。意即思相同，他认为这一段呢，确实是十善里面的意业的这个三悟，在这一段里头，起心论里的说，无恶之意，特准他境，配以收，其业恶者，杀业所摄。我们这个经文里头第一段是讲杀业。第二恶呢是道业，道贪所摄。第三呢是淫业所摄。第四是妄语，念舍、卧口、绮语。第五恶呢应该是嗔恚。邪见所摄，凡事皆为无善的，有一名是善，无是恶，翻过来就是无善是善，一般呢，我们常说翻过来是无界是善。与意即思之说其出一辙，完全相同。因为邪见是生于痴，这就讲到邪见，是属于愚痴。是金钱、兼财、两说，这两古时候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了。手中无戒，
所以科判里面呢，判之为饮酒物，这是用的五戒。佛广劝十善，故兼才后说。上两说乍读四义，实也无违。确实没有违背。盖好酒贪杯呢，那就是意业里头的贪嘛，就是贪污嘛，最后啊，一怒喝醉之后发脾气，这是嗔恚，酒令神昏，饮之过度，甚至不省人事，这愚痴啊。头脑不清楚了，酒喝多的时候就发酒疯了。可见饮酒一物了，常与三毒并行。这个饮酒里面，为什么佛要治饮酒为重戒？道理在此地。饮酒本身没有过失。它能够连带升起贪嗔痴，严重的呢，会犯到杀盗淫，杀盗淫那个动机都从贪嗔痴来，所以酒为遮戒，世尊为防御行人，无论在家出家，修行人。不破戒，不作恶，从十善里讲就不造恶。五戒里头不破戒，九这一戒就严格的遵守。师尊，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懂得。知持戒名酒有十过，这个饮酒十种过失，这些也都是常见的，只是我们粗心大意，没重视啊。机缘，第一，颜色物，酒喝了之后脸很难看了，尤其是喝醉，别人看到的时候厌恶，无理呀。第二呢，少练。酒醉之后东倒西歪，站都站不稳。这是非常明显的。三呢，言事不明，眼花了。看不清楚。第四，现嗔恚相。为什么呢？情绪不能控制，这个时候怨恨心呢很容易生起，他有抱怨，酒喝了醉了，无法控制自己，神志不清，有所谓酒后出真言，讲真话了，没有法子隐瞒了，全都泄露出来了，这嗔。第五，
坏业自生。啊，对你的事业有伤害，特别是经商。实际上，任何事业，为什么酒醉的时候不正常？啊，酒醉的时候说谈生意、谈判是，很容易出麻烦呐。啊，不正常状况之下了。这言语能作数吗？啊，如果真的签了约、签了字，后悔莫及。啊，第六个增疾病，啊，有过度的饮酒，有急性的病。有慢性病，啊，如果是常常好酒的话，身体怎么可能会好呢？那第七，业都诵。我们讲打斗啊，啊，怨恨发作。尘土啊，这时候会爆发了。不饮酒的时候才能控制，饮酒之后不能控制。啊，第八，无名称，名称是别人赞叹的。啊，常常醉酒的时候，没人赞叹他。第九，智慧少。这就是愚痴啊！第十，命中堕三恶道啊！前面这九种是痛啊，你现前受的，死了以后这叫烧啊，堕三恶道去了。其中，第四、第七是嗔，第九啊是痴。有是云：“酒能乱心呐，指酒能迷乱人之心意与善良的本性。”这是真的，这中国古人所说的。啊，故令人造恶。啊，中国古时候宴会当中都有酒啊，但是这个酒呢，酒精度数很低，你不会喝醉的啊。在宴会当中，如果发酒疯，那多难看啊！但是酒又不能少。啊，所以古时候这酒杯子，啊，它当中做两个数的。你看古时候啊，这个饮酒的这个杯子叫爵，它有两个数上来，这叫什么？这两个叫止酒。你喝的时候，它就套在身，你没有办法干杯。啊，你只能够喝一点点，啊，它这里给你挡住了。这古时候人呢，他很聪明的，他做出这些方法。哎，就是告诉你，是要用，是理解，啊，但是表示意识到了就行了，啊，决定不许可你喝醉，啊，所以，但酒是美，这美是美食啊，啊，美食来下酒啊。本身呢，即是贪吃而毒啊，故饮酒一恶了，食间一业三恶。
啊，故上之两说，为开合之意耳。啊，实际上确实是相同啊，所以我们学这一节经文啊，这两个意思通通都顾及到了啊。此下光明第五之过患养就。啊，饮酒的过失，饮酒对于修行所造成的伤害，啊，不可以不知道。依稀懈怠者。依习是指徘徊，懈怠是懒惰。下面念老注得很好，表心中忧郁，啊，放逸懒惰。啊，所谓是以酒浇愁，愁上更加忧愁啊，唯图苟安自私，不能修身行善啊。这个悟可就大了，人生苦短呐、啊。古人经论上都常讲无常迅速啊，活在这个世界，哪一天生死谁知道？啊，年纪轻轻的遇意外的灾难太多了，现在。啊，我们学佛的人常常看这些禽兽昆虫，它离开它的窝出去觅食，你细心观察，它能够平安回来吗？说不定路上被别的野兽吃掉了。这个几率就太大太大了。那天人看我们这个人也就像蚂蚁一样啊，寿命很短，就是套一天，套一天的一天是人间100年，人家活上100岁了，套一才能看，哎，得有一天了，那50岁的半天。啊，你说有什么意思啊？那佛经上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闻佛法。你真闻佛法，真遇到净土，你很幸运呐、啊，你这一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了，再不搞六道轮回了。啊，这是得人生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啊，因为六道里头，其他五道修行难。啊，其他五道也有佛在教化了。啊，成就的人少啊。人间成就的人多。
啊，这个经论上讲的很多，也讲得很清楚。所以，懈怠、懒惰，就不肯做善，至身修业。啊，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啊，民间好酒的人很多啊，有一些喜欢喝酒的朋友，啊，还有赌博的风气很深，啊，有一群常常在一起赌博。啊，虽然是小的消遣，啊，赌的不很大，啊，消遣打发时间，把大好的光阴错过了，啊，我有一个老朋友，上一次到台湾，他来看我，他就很叹息，啊，台中虚心明居士。我们三个人是同一条船到台湾的。他现在看看，我们两个都还有一点成就。他说他这个一生呢，都消磨在麻将桌上，后悔莫及。啊，现在老了，知道苦了。他大我一岁，啊，徐新民小我一岁。我们三个同乡，同到台湾，好朋友啊！啊，就是喝酒打牌，多误事啊，误了你一生呐！啊，业是正业。表恶人不肯自修其人其身，不务正业。啊，我们虽然身在为国家社会服务。啊，生活能过得去，公寓有时间呢，就要去修正业。啊，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战乱的时代，没有机会读书。啊，战后难得，这些年来，社会安定了，要不认真去补习，怎么能成就呢？啊，想学的东西很多。啊，真想学，你就会遇到善知识啊。像《易经》上所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你喜欢读书，一定是交一批读书的朋友。啊，喜欢打牌，他会交一批一批打牌的朋友。这个选择太重要了。
我们因为年轻时书没念好，想读书，所以认识的读书人很多。我在台湾前两三年，认识都是有名的一些教授，我认识十多个，都是这些老师们一个一个介绍的，推荐介绍就认识很多，我就有选择，所以最后选择专跟方老师。古人所谓是学一家之言呐，太多了就乱了，所以贪多就不乱。学要专要精，可是我们每天还有8个小时工作要做。真正每天读书的时间，2个小时到4个小时，这个时间不能不抓住，不抓住那就错了。我在30岁辞去了工作。专心学佛，以居士身份跟着蔡元法师，我在他茅棚里住半年，学什么呢？学忍辱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修精进波罗蜜，认识了李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我发心跟他学经教。这老人家接受了，我在台中先后住了10年，上台讲经是他老人家劝我做的。那么在这之前，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了。在经教里面看到，世尊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确实是世间最好的老师佛法是师道，这一定要搞清楚。与别人往来，特别是知识分子，一定要给他讲清楚。佛教的本来面目是教育，给它变成宗教了。好像现在孔老夫子、孟夫子都是教育，现在居然有孔教，把它变成宗教了，错了。把孔子当作神来看待，这不叫迷信了吗？孔庙里面塑造孔子的像，
那是对老师的怀念呢，对老师的崇敬呢，啊，尊师重道，中国人呢，尊重尊敬祖先的意思，啊，中国人有祠堂，有家庙，啊，那是慎终追远，是明德归厚。啊，它不是宗教。啊，可是现在呢，你不能否定它是宗教。啊，所以现在我看这个世间佛教有六种不同的形态。啊，要说清楚。啊，有宗教的佛教。啊，有学术的佛教。许多大学用佛经开课，就变成学术。啊，现在有企业的佛教，有观光旅游的佛教，还有邪教的佛教，所以至少有六种。啊，讲清楚，大家就。啊，我们学的是释迦牟尼佛教育的佛教，佛陀教育。啊，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人以前习惯简单，不怕麻烦。啊，就是怕麻烦，喜欢简单。佛陀教育就通称佛教。现在称佛教，大家都有是迷信，我们加两个字进去，佛陀教育。啊，希望慢慢的把佛教带回归教育。啊，它本来是教育。啊，它教什么东西？我们这么多年在经典里的熏陶。啊，伦理，他的伦理讲得非常圆满，讲到究竟之处，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这讲得最圆满了。啊，佛菩萨看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前面念过，不断之物啊，这四个字妙极了。啊，你能把这个四个字是搞清楚、搞明白了，肯定它了，一点都不怀疑了，你就很容易放下了。放下就看破了，啊，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定功，啊，大乘教里面常讲的止观修行的方法，放下是观，放下是止，看破是观。啊，我们在经教里头得益太多了。啊，常道发位真的是欲罢不能。一天不吃饭，不睡觉，没关系。一天不能不读经啊，不读经，这一天就空过了。这一天生活没滋味也。那不肯修身，就不务正业。其人
对父母之教诲，则违逆、反逆。我们常讲，不孝顺父母。现在社会这种情形非常之多，甚至于儿女对父母怨恨，这在过去社会里头决定没有。事出事发，根就扎在孝道的基础上。你看，事出事情，大声大显，他对孝养父母做得非常圆满。佛是师道，这是教育。师道一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孝顺父母，他才会尊师重道。学业道业才会有成就啊！不孝父母，不尊敬师长。这个人在社会上难了违逆，底下有解释，违背，逆是横暴，故违逆具狠毒背叛之意。反逆者，忤逆不孝也。这在今天社会普遍看到。可是，我们看到这些事实，都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所以看到了，看到成漠不关心现在就常常看到若无其事那么现在大家都警觉到灾难很严重。灾难的根源从哪里？根源是不孝父母，那是灾难的根源。你意识到这一点呢，你才晓得不孝父母这个问题严重啊，这个祸是多大。今天叛逆父母的人太多。他个人造作的罪业，会影响社会，会影响国家。感应的这地球的灾难，那换句话说，他带给地球灾难了。你从这上面去细细观察了，这个罪过就太大太大了。他要遭受报应。这个报应不止他一个人，他还给别人带来灾难。你是这个罪多重。父母有子，又如冤家，故云不如无子也。
佛说这部经讲这样的话，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好像释迦牟尼佛就是现在在世今天所说的我们社会状况。回去反观，民国初年不是这个样子，不孝的人少不多啊。有没有不孝子？有，偶尔听说。社会大众都批评的，这母家不孝，儿子不孝。现在你看看，儿子杀父亲、杀母亲、杀兄弟，杀老师，到处杀人，太多太多了，时有所闻呐。这社会怎么会不乱？灾难怎么会化解？现在灾难频率太多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很多同修都来问我，灾难来了怎么办？不论灾难来不来，也不论灾难大小，我们把平常牢牢地记住。一心念佛，为什么？念佛是善中之大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我们这里讲啊，正业修善，正业念佛是正业，修善是正业。该放下的统统放下，不要去想了。一定要把这句佛号念好。什么叫念好？没有杂念夹杂进去就念好了。我们今天虽然念佛，妄想杂念很多这不善呢。真正念佛相应的了。念佛念一个小时，一个小时里头没有妄念。念两个小时，两个小时里头没有妄念。所以念佛跟修禅定没有两样。禅定是坐在那里没有妄念，我们念佛人坐在那里没有妄念，有阿弥陀佛，比禅定好修。你不妨试试看，你坐在那里坐一个小时，看看你有没有妄念。念佛是用一念智念。我用这一句佛号，把所有的妄念都取而代之。这个方法方便呐。禅需要很心细，心细的人，心静的人。那个门容易入，粗心大意，那个门入不进去啊。妄念很多，妄想很多，这个人没法子修禅。所以佛有方便法门，净土没有问题。净土也要懂得。用阿弥陀佛代替所有的妄念，其他都别想了。为什么？想别的全是六道轮回，
如果想贪嗔痴慢疑，不但是轮回，还是灾难。啊，总要记住，贪嗔痴慢疑跟地球应对的灾难。啊，贪心是水灾。啊，海水上升。啊，现在这些暴雨都反常啊！啊，海啸非常可怕。啊，最近我看到一个同学写了一份资料给我看，说是2012的灾难，啊，非常严重了，啊，是真是假，明年才能兑现。啊，但是对我们呢，也是一个好处，让我们认真念佛，否则的话，灾难来了，我们措手不及。啊，现在至少还有一年半载的时间，啊，充分在准备。啊，准备没有别的，别的都没用处，就是一句佛号，其他的来不及了。这一句佛号念好，问题就解决。啊，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啊，这个灾难，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有共业，有别业。啊，共业是你逃不过的。啊，逃不过，我到极乐世界去了。真正念佛人，灾难来的时候，佛来接引呐！啊，借这个时候就往生了。如果你命不该绝，啊，你还有寿命，灾难来了你会留下来。啊，我们相信留下来都是有使命的人。要修传统文化，要护持正法。那换一句话说，还原观上的四德，就是留下来人的使命，啊，随缘妙用，威仪有责，柔和正直，待众生苦。啊，怎么待呢？我们能够把伦理、道德、因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这就是待众生苦。啊，世尊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待众生苦。啊，做最好的典型模范给大家看。啊，那修行里面，第一就是念佛。啊，第二，专心。这经上讲的，一向专念呢，着重那个专字。啊，心无二用啊。世尊常讲啊，
智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我们的心就放在阿弥陀佛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没有杂念，什么都放下了。啊，明天是日子怎么过，不去理他，佛号念好就行了。明天还没到，想他干什么？啊，明天有吃很好，没有吃往生。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啊，活得自在，活得快乐，没有妄想，没有忧虑，没有恐怖，啊，无论什么环境，法喜充满。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慧现前，不生烦恼啊！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我们一心念佛。是大孝，是真孝啊！这个功德回向是最有力量的啊！回向给父母回向给众生啊！回向求生净土。啊，回向得有真东西，没有真东西，回向是假的。啊，我们积功累德、修善念佛，这都是真功夫。啊，用这个去回向啊。下面说：“如是卧子，故复慈恩，故云福恩。违背离义，故名为义。”啊，这个孩子不知道报恩，对父母无礼无义。啊，无有报偿啊！这是表对于父母的恩德没有报答，不能够孝敬父母，不能够养活父母。父母年岁大了，没有工作了，生活靠什么？啊，在中国提倡孝道，年老了谁养啊？父母养。你年小的时候，父母养你。啊，父母老的时候，你要养他，报偿啊！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不一样。我这两天听稻盛和夫的讲演，我听了三遍了。他讲得很好。西方人的西方文化的观念，他第一个
肯定人是自私的。跟东方完全不一样。东方人文化第一个理念，人性本善，你完全相违背。啊，西方人的观念是自私自利，啊，他就讲经营企业，他是个企业家。啊，他在日本创了2个公司，50多年来，业绩非常好啊。啊，许许多多这些经济上的灾难，对他毫无影响。啊，他50年一帆风顺，什么金融风暴、泡沫经济的时候，啊，对他毫无影响。啊，所以许多人向他请教啊，你是怎么经营的？啊，经营方法没有什么特别，啊，心理不一样啊。啊，他的心，他提出4个字：敬天爱人。啊，敬天他说得很白，就是凭良心做事。天什么？天理良心呢？人要凭天理良心做事啊，不能骗人呢，不能欺负人呐，啊，不能做投机的事业。啊，不劳而获的这个财他不要，他说这个财保不住，一定靠自己辛苦赚得的，说这个可以。啊，投机取巧的生意绝对不干，啊，绝不愿意干暴发户，啊，所以他50年来，啊，非常顺利的成长。啊，进入世界500强，啊，他的员工，他常常给员工上课，员工都学会了敬天爱人，啊，所以他的企业成功了。实际上，啊，他自己说得很好，他是向中国2000年、3000年那些圣人贤人那个地方学到的智慧。啊，他完全落实了，应用在企业上。啊，在中国人基本的精神理念就是道。这家道啊，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落实在自己是修身，落实在家庭是齐家，落实在公司行号，这就是治国啊，这一个团体。啊，最后的目标是天下公平，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和睦，人人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他能做到，跟西方人的观念完全相反。啊，他跟大家讲，他第一个爱的是员工。啊，公司所赚的利益，什么人享受啊？员工。所以他永远不败。
啊，经济再困难，员工不会散去，员工还是努力在工作。啊，经济衰退的时候，经济这个时候经济灾难的时候，啊，萧条的时候，订单少了，啊，员工当然就没有工作了，他怎么样呢？研究发展，读书研究发展。啊，发明一些新的东西来，啊，这个商业机会一起来了，他马上就非要起来了，啊，新产品出来了，啊，换一句话说，没有浪费时间，没有浪费精神了，啊，整个公司一家人，啊，道生是大家长。啊，利益是全家的，人人都有份呐。啊，这就是他成功的哲学，他成功的理念。啊，全是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他就是这个，他真做到了。啊，这个东西，一家做到了，家和，这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国家做到了，国家就胜了。啊，真的盛世就出现了，推广到全世界，就能化解全世界的灾难。啊，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真认识、真了解，啊，真干，啊，落实在自己身体，落实在自己家庭，落实在自己的事业，啊，反而我们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非常陌生。啊，完全不认识，啊，盲目的跟着西方人走，也走向自私自利，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啊，虽然老板说爱护员工，对员工实在讲非常有限。啊，我们中国现在也有一个企业不大，啊，胡晓林居士，他在干。这个3年，他做得很成功。啊，也是给一般企业做出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理念跟稻盛和夫一样。啊，这值得我们现在人深深去反省的。啊，那么现在必须要加强的，要提醒大家的，因为这个灾难，我们看到同学给我的信息，啊，从3月份。4月、5月、6月、7月、8月，啊，他们累积这些灾难的标题，送给我看，次数、频率，一个月比一个月多，大概这个月到月底会超过2000件。养不起，
而且呢，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三月份一个月有40多起灾难，啊，月月上升呐，这不是好现象啊！啊，频率不断的在增加，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麻烦可大。啊，这是给我们一个信号。告诉我们，一心念佛，我们才能够应对。啊，把念佛疏忽了，到时候你后悔莫及啊！今天什么事情都是小事情，念佛是我们唯一的一桩大事情。啊，有时间一定要听经，不听经不知道这句佛号的功德利益。啊，只有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晓得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你才会欢喜念它。啊，你才念得真有感应。啊，教理不通不行。啊，我只感觉到夏老汇集这个经本，黄念老这种集结，就是来为救灾难的，不是为别的。啊，这一部书能救灾难。我们接着看这一句，啊，无有报偿，表对于父母的恩德全无报答，放肆是放荡自纵，这个纵是对欲望来说的，游散游乐散漫。啊，贪酒、好酒、贪杯，嗜美者，爱食美味。啊，忧贪者，取乐过度啊，没有节制啊。啊，这对身心都有伤害。啊，对身心有伤害，就是不孝父母。啊，父母对儿女的健康，时时都念在心里。啊，你自己作践身心，让父母担心啊，这就是大不孝啊。啊，逝者贪而无厌。啊，这几句话是指四亲九事，贪淫无度啊，真名求恶。啊，这是贪杯。伤害身心的这一些恶的行为，如虎亦即思说一曰：如者，
鲁顿，为无所事之也。啊，就是喻禄。啊，或者讲愚痴。啊，无所事之是愚痴啊，是无知无识。或者呢，跋扈，纵恣自大。敌图啊，前面所说的蒙明敌图，为愚狂抵触，无所了之，无所不作啊！这是个又狂妄又自大。啊，无知而不接受别人的劝告，啊，不采纳别人的知见，这一类的人，纵然遇到善友，善友对他都不会起作用。啊，他确实无所不作，所作的都是我思，都是我行。啊，不行愿，复行是天台的直观。啊，如护等者无惭不顺也。惭是羞耻，一般讲良心啊，他有良心，他有羞耻心。无惭是没有良心，不知道羞耻啊，不顺完全与性德相违背啊，也就是我们常说不仁不义。无理、无知、无信这一类的不顺的，故不舍人情啊，无理、无义、无理啊，义者，义是宜也，才知事物，是何宜也？啊，我们平常讲，讲的大家更容易懂。什么叫义呢？我们的念头，我们的行为，或浅，或理，或法，叫义。啊，那么这些人，思想言行不合理，不合法，啊，不合人情，啊，这叫无义也。啊，理者。礼记云：“顺人情者，谓之礼。”通情达理。啊，通达能够随顺人情，这就是礼的精神。啊，礼的意义。有会疏曰：“决断是非。”知义而行是为义啊，所以义得有智慧呀、啊。没有智慧呀，就没法子去谈义了啊，决断是非。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你明了了，你才晓得，非我们要远离，是我们要接近，非不能做，是可以做。真兵准备，不设其界，这是理。理是讲名分，讲尊卑，讲上下。理讲节度，所以不设其界。譬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国家规定的礼节，最敬礼是三鞠躬，这就叫戒。最敬礼。你要说，我四鞠躬好不好？四鞠什么？超过了，超过了什么？超过一个八戒的味道了，这就不合理了。那我两鞠躬，不到。不到是傲慢，过分的是霸气，是都不合理，所以一定要和符合这个节度，所以礼叫规矩嘛，它一定有节制的，不让你超过，也不让你不到，这不设其节，这就是懂礼呀。盖为能判别是非，所行何意？这个是义，能知道尊卑大小，不为准则，这叫礼。违反礼义，就叫无礼无义。这个人没有知识。不知道尊卑上下，没有节制，所以这是不知道理，不知道义。不可见小，见是劝，规劝，一道。是劝导他，这种人呢，他不接受你劝解，你劝他，他还要责怪你。小是小喻，是教导他，现在社会上。不可见小之人太多了，他喜欢你赞叹的，他不喜欢你批评的，他认为你对他的规劝呢是伤害他，是羞辱他，不但不能接受，反而他仇恨你。所以在这个社会与人相处，要懂得察言观色。不小心呢，就给人家结怨了，结怨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无心呢，别人有意，你是好意啊。人家认为你是恶意，你劝告他，希望你改过自新，是好意。他什么？他认为你在挖苦他，你在讥笑他，这个麻烦就大了。有意无意，这些事情。常常遇到
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谨慎。啊，所以自己要修好。我们没有智慧，没有这个能力，跟大众相处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笑面迎人，人家不管说什么，阿弥陀佛，那这个好啊，啊，这把阿弥陀佛送到他耳朵里去了，一粒耳根融为道中啊，啊，有过不要钱，念佛，啊，这个恭恭敬敬，啊。和颜悦色，把佛号念给他听。这个方法真的叫自利利他，有百善而无一害啊！都要学会。六亲，父母、兄弟、妻子。啊，这叫六亲。信仰大结论。啊，这个里头说六亲啊，跟这个说法不一样。我们现在讲六亲都是父母、兄弟、妻子。啊，信仰大结论里面讲六亲呢，为身上三代，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身下三代，啊，男女就是儿女，啊，孙男孙女，曾孙男曾孙女，这两个说法不一样。啊，眷属无量寿经超越。六亲之外名为眷属，啊，眷属就多了，啊，这个六亲是直系的关系，啊，父母、兄弟、妻子，啊，《咸阳论》里头讲的也很好，都是直系。啊，从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啊，下面到儿孙、曾孙，啊，这都是直系的。那眷属呢？这是，那就多了。啊，父亲、兄弟、伯叔、父母。祖父的同这个的兄弟，啊，有叔祖、伯祖，啊，那么他们还有的儿女，啊，我们就是堂兄弟、从兄弟，啊，再从兄弟，啊，这个就都是属于亲属关系。啊，中国人所讲的九族，啊，那都叫亲属。自用啊，指自身所用之物，如菜米，这是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资，与六亲眷属啊。所需维持生活之必需品，全然不顾。故云：“自用有，不能有念。”啊，这在现在已经很平常了。啊，过去
父母养育儿女，儿女确实知道养育之恩，知道报恩，知道孝养父母，现在没有了。这个是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外国人儿女没有养父母的义务。16岁就成年了。我住在美国，有一次遇到一个朋友，中国人，他的小孩离家出走了，他到警察局去报案。警察问：“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18岁了。”“18岁你还管他？16岁走了就不管了？他已经成人了，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你就不要去找他了。”所以在外国确确实实，小孩17、18岁离家走的太多了。走了之后，如果他还想到他的父母，过年过节给他寄一张贺年卡，父母拿到了欢喜得不得了，我儿子还没有把我忘记。见面呢难了，不容易了。走了之后可能一生不会再见面了。像小鸟一样长大了飞走了。跟我们中国文化完全不一样。中国讲求的3代同堂、4代同堂。所以中国人有亲情，外国人没有。外国人到老年的时候非常可怜孤单。住在老人公寓里头，没有一个亲朋好友来看他，叫孤单。生活国家养老，物质生活没有问题，精神生活一点都没有。所以老人院里老人自杀很多。他为什么自杀？想到他为什么活着，活得这么孤单，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种非常非常可怜。我们能想到是外国人没有亲情，真的完全从小训练成的自私自利他只有自私自利，他不知道利益别人，别人也不会利益他。我们看的很多在外国读书，在外国工作父母有时候到外国就看他，馆子里面吃饭，个人付个人的钱，这外国风俗是这样的。许许多多人把儿女送到外国去读书，结果以后读完了之后都变成外国人了。亲情没有了。就这样，自用有物，不能有念，真的。与父母之恩，似有之义。悍然不顾，无动于衷。故云：“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义。”这在西方社会你就看得很清楚，而且什么，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正常的。
啊，你要讲的这个，他都感觉到奇怪，你们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啊，这就是东西方文化不同，东西方人生的意义不一样，人生的价值不相同。啊，但是西方人呢，非常羡慕东方。中国人、韩国人，在日本，还有三代同堂，跟父母住在一起，儿女、父母、儿女都住在一起。啊，外国人看到很羡慕啊！啊，这种天伦之乐，他们永远想不到啊！啊，他们养的小孩十七八岁就走了，啊，再也找不到了。啊，他小孩在外面结婚，将来生的小孩，他孙子不认识。啊，所以经上讲的，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义。这在外国人看到这两句很奇怪呀、啊，啊，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他们心目当中只有自己，没有父母，啊，也没有私有。啊，一生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名利。意念生口啊，曾无一善呐、啊，为一本作，心常念物，口常言物，身常行物。曾无一善啊，魏译的说得很清楚啊，是名身口意善，常作恶业，且未曾作得一善。所以佛说这些话，全是说的现代人，在古时候这种情形太少太少了。啊，身口意多，他的生活状况，我们不难想象。啊，造的恶业多，感恩的是恶果啊，身心都不善，果报是疾病啊，肯定多灾多病，多苦恼啊，有忧虑，有烦恼。啊，他怎么会有快乐？他怎么可能有清净？啊，他怎么会有好的心情？这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下面佛名痴嗔之物啊，可证呢，
一即是之说是有所据啊。啊，一即是说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他是讲的贪嗔痴三毒啊，啊，是十善业道最后的意义。啊，这个经文里头确实有这个意思。下，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这是愚痴，证明痴过。不信佛法，不悟因果，此即一禅体也。啊，一禅体是梵语，啊，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这两句对于一个人一生来讲比什么都重要。啊，不信诸佛经法。那就是六道搞定了。你怎么能出六道轮回？啊，不出六道轮回，决定是在下三途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你就越想越可怕了，越想越可怜。啊，这一生能够信佛的经、佛的教法，你可以提升的。你从人道可以提升到天道。啊，天有28层，你可以不断向上提升。啊，换一句话说，你一世比一世自在。一世比一世有福报啊！你能够相信佛法，就有这么多好处啊！你不相信佛法，你的问题严重了啊！不悟因果，以为没有因果报应。这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呢？什么坏事都敢做啊！他认为没有报应啊，无恶不作啊，不信生死善恶啊，啊，身心善，生善生善善道。心行多恶呢，那肯定死的时候三恶道啊，三恶道太苦了啊，出生的苦我们看到了，恶鬼地狱苦没看到啊，他真有，他不是假的。啊，这些全都是事实的愚痴。所以这段经文确确实实它的内容是包含五戒跟十善后面的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意义的三条啊，愚害真人，
位移作于刹真人。啊，汉译作于刹罗汉。寻应音译曰：“真人是阿罗汉也。”这个解释的就很清楚了。啊，真人是指阿罗汉。阿罗汉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就称之为真人。为什么阿罗汉还是用的妄心？阿赖耶还是用妄心。从阿罗汉以上，妄心用的正啊，我们六道凡夫用阿罗汉用妄心，他用的邪了，就是错用了心呐。啊，跑到六道里面去了。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永远不干这个傻事情了。啊，三不退里面，他证得了位不退，就是地位呀，他不永远不会退转。啊，他慢慢的修啊。越往上提升呢，啊，他的上面辟支佛、菩萨、佛，这十法界里头的，啊，四圣法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六道是凡圣同居土，他离开六道了，啊，离开同居土，他生方便土了。啊，他不到极乐世界也生方便土，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土。啊，不再多六道了，叫真人呐。我们在六道里都不可以称真人，为什么呢？说不定来生变畜生了，啊，说不定变恶鬼了，你这人靠不住啊。阿罗汉靠得住啊，绝对没有这些事情了。啊，这称真人是这个意思。又法华书记云：“真为所证，证真之人，故曰真人。”啊，这是个解释。啊，他证得了。这个真虽然不圆满，偏真啊，不是圆满的。三大类的烦恼，他只断一个，见思烦恼他断了，他还有尘沙无明，没断了啊。但是这一段的时候呢，确实是真，不是假。啊，这是正道啊！啊，所以叫真人。刹阿罗汉呢，那是无逆重罪。这是堕阿鼻地狱的。啊，佛给我们讲，无逆是。无间地狱的五种重罪，第一个是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父母的恩太大了，杀父杀母都是阿鼻地狱。第三个呢，杀阿罗汉，阿罗汉是得道之人，
他在世间是教化众生的，他是善人，所以杀他罪很重。啊，你把他杀了，许许多多的人不能闻法了，老师没有了，从这个地方解罪。所以阿罗汉现在在这个世间找不到啊，有等同阿罗汉的，那什么呢？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他教化这一方，你把他杀掉了，这个罪跟杀阿罗汉是同等的啊，叫等流罪。那么这个老师非常好，有道德有学问啊，教化这一方，他影响越大，你的罪就越重，他教化的时间越长，你的罪越重。啊，所以这个戒罪也有的时候不是跟杀的人本身的戒罪，阿罗汉本身不戒罪。啊，罪从哪里戒罪？阿罗汉他教化这一方，这一方人失掉了老师。啊，他对众带给众生的是智慧啊，法身慧命啊，你把他杀掉了。这一切众生从此之后法身慧命没有了，从这节啊，所以杀他有罪，那障碍他弘法呢，障碍他教学呢，同样有罪。啊，这都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随喜就变成功德了，伤害他就结罪也。啊，无念罪最后的第四个是触佛身血。啊，释迦牟尼佛也是教化众生，佛的佛报大，没有人能害他，没有人能杀他。啊，提婆达多详尽方法也不过是让他受一点伤，出一点血，这个罪就杀别地狱。最后一条是破活合僧，啊，活合僧团你破坏他，啊，这个罪是阿鼻地狱罪，啊，这叫无逆重罪呀，啊，幕后这个斗乱僧众。啊，都是斗争，乱是错，作孽，啊，就是破坏和尘，啊，这个僧团，大家在一起修行，你把它扰乱，你把它破坏，啊，在里面挑拨是非，啊，让这个僧团失去了。和谐，这个罪很重啊！啊，对于活活如法修行佛道的僧众，以手段建立，实质斗乱，令废法师，名破获和尘。啊，所以护持僧团功德无量啊！啊，他们修行有成就啊！你要是破坏他，这个罪就很重了。破坏的方法太多太多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明天我们从这个地方再学起啊。